李湘 in the house。你这怎么群里是转身的？我要主题啊你。对啊，我主题。啊、我们第一怕是回头是要性感的，没有，这个鞋子有点太大，我怕会跌倒。脱鞋子。哦，好。这真的太大了。算，还是你手拿鞋子。Oh my god！ 好香哦。怎么办了？现在这些动作都好老，很老派哎。没有，这就是很实用啊，性感就是会配上一些这种绕头，对，就是甩发，甩发，然后扭身体就是必备的嘛。对对对。OK， 好，那么要走性感路线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们家的个性比较偏开放，就比较不管我穿着。我是到这行之后才被大家才发现，大家觉得我是性感的形象。就平常就是喜欢穿细肩带小短裤，只是因为舒服而已。嗯，所以你们全家都穿这样？就是我妈，爸爸也是，没有，是我自己。也穿那个超级细跟高跟鞋，然后在那边抽烟看电视。纯欲系的爸爸。对，纯欲系的爸爸。没有啦，就是我们家比较开放，然后也比较不管我的穿着，所以我才会自己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然后到了这一行才被发，就才发现大家定位我是性感。嗯，所以现场男生已经有觉得最喜欢谁了吗？小毛利，你最喜欢哪一位？林湘吧。哎呀，这问一百个都是林湘。给他一个飞吻嘞？为什么？就很漂亮啊，然后又很性感这样。可爱三连拍，给你可爱三连拍，来来来，给你舞台，给你舞台哦，让你五秒钟可爱随便发挥。可爱，真灵可爱三连拍，第一拍，哇！来第二拍，来第三拍，哇 ！OK 呀。你需要没有这样的自己吗？不行。你跟男朋友不会撒娇的吗？不太会哎。那你跟你男友讲话是什么语气？那个，过来一下。去洗碗。就是都是共，等于是工具人嘛，你男友。对，没有错。那你如果穿成这样，你还可以走回刚刚那个霸气的？好像没办法哎，你看我的手都已经不自觉这样子了。你试试看，也许你可以，即使穿的是纯欲型的衣服，还是可以展现出那个妈妈桑的风格。那怎么展现？给你转换一下。哎呦，该消费了。消费什么？消费什么啦？我快崩溃了啦！可是我真的觉得你蛮适合，头发稍微凌乱一点。这样子吗？对对对，林湘，你来当一下指导啦，就是说还可以什么，就是哪一些表情什么的，来教一个，来教一个，可以就是回眸啊，然后参加。你在这边带他一起好了，像这个就很适合在海边的感觉，啊，就想象一下你在回眸，对对对，然后就走一步，然后哇哇，好开心啊！啊，你看我啊，那我看一次，我看有什么。还不错啊，还不错啊，要笑开来，要笑开，要笑开，一二，啊，可以，等等，他也这样踮脚哎，对，他屁股还是要出来，林湘是走路走到一半突然被笑的回眸，还是要纯欲，对，我到底你这边不要这样子啦，不是因为你像林湘就是那种啊，然后他的那个腿其实很自然。不是你那个 style， 你不要一直搞错嘛！你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我接不上？要这样子，我接不上这个年代的东西。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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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style， 我可以回去了吗？可以回去了。我觉得林湘今天不用换了耶。可以了，我可以再更清纯一点点，这个比较那种成熟一点。那你的那个纯欲的那一套鞋子的 size 会对了吗？会。太隔太远了吧？请问这双鞋你是跟谁借的？隔太远了吧？好像是跟那个上一场的来宾借的。哦，赵哥啊？是吗？对，今天忘记带鞋子，大到很离奇啊。那准备循环了吗？好，期待哦。好好，纯欲林湘。好好。欢迎纯欲，我知道饿了，对不对？饿了，便当已经来了，我知道。帮我抢一个，我要那个控肉的。
纯欲系女孩林香。哇！动漫人物吧？好美哦！可是他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露哎。对。那这样你们喜欢他这一套吗？有人摇头哎。喜欢的举手。没有了，剩一个了，两个。喂，你们是因为可怜才可怜他才举手吗？对，其他刚才上一套的举手。哦，所以平手了。嗯，所以这个女生如果要跟你们出去约会，你们要吗？不要，还是要吧。OK， 来示范一下纯欲，整套让你跳你那个什么舞哈。好好好，纯欲的，来来来，可能我看一下有没有三个字，小毛利好。哇，好好哦！你要互换小毛利哦？为什么？因为要三个字啊，比较顺。快就可以是三个字。哦，好，拍成功。啊，算了，小毛利好了。这个。我也叫徐弟啊。不要叫，给他两个叫。好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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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喜欢徐熙娣。林香现在完全就是那个流量冠军啊！对啊，刘香就林香就是蜜花。你说什么？刘香？你以为我没听到吗？刘香属刘香吗？林香就是流量密码。对，我就是有被颁过流量密码的冠军，然后之后我还直接从来宾转正变主持人。什么故事？就是因为我只要每次上那个节目，然后他们就可以创下新高。哇塞，这种话你自己讲的，脸完全不变色。他讲别人的事，对，怎么这种不要脸啊？他们跟我说的，然后后来，可是你也可以稍微害羞一点吧。对不起，对啊，现在整个人变得很骄傲。每次上那个节目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就破了。记录嘛，所以他们之后就那他之前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有特别高吗？收视真的有吗？假的，是因为他吗？不是同级的别人吗？对，谢谢你也让我们节目有创下那个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就是谢谢他。然后所以哪一个节目最后就是那个把你一个网络节目就是跟玉林哥一起主持的，对，而且他现在随便 PO 一个影片点击率都是破百万的，爆表哎！你是不是一定会看？有他的话，你的 PO 可是他那个笑完之后，不是因为我不知道 IG 可以 PO 三个半小时的影片呢。没有啦，我只 PO 一分钟啦，三十秒那种。我都是跳 PO 那种硬，你看太久了。是我看太久了。对，那个影片就是重复，是不是？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啊，所以你知道买这个梗是不是？对，其实是。哦，好无聊。不是，而且好无聊。而且他的写真集也是销售排行榜的冠军，他现在红到日本，他写真集卖到日本去了，所以已经超越君君了，是不是？君君，对，我君君不是也是，可是我们是不同年度，那时候是年度冠军，然后他们还很惊讶说写真书可以卖到冠军，他们很吓到。嗯，哇，你现在就是人生巅峰期耶，还好。继续努力啦，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正在学习啊。对，听说他头发卖了70000块，不是我卖的，是球团，我们会有一些球员卡跟啦啦队卡，然后那一张是我去年刚加入啦啦队，所以是很新鲜的一张卡，然后里面是有放一根我的头发。但为什么那个头发看起来卷卷的？你又想讲什么？再给我开玩笑试试看。烦不烦啊你？你有一种直接讲出来是什么毛啊？鼻毛，鼻毛。毫毛。对啊，就我头发刚好比较发质比较差。所以卖到多少钱？就是因为他们是用抽的，然后抽到人就一直转卖，最后就是转卖，我听说是70000块一张。哇！然后他收了4张。太夸张。他所以他现在有你的4根头发。对，4根我的头发。这真的是拔下来吗？就我们那时候刚加入的时候，球团就说，请大家剪一撮头发下来。护背在卡里面还是摸得到的？护背在卡里面。你干嘛那么激动？你现在可以过去捏他头发。还是我送你现赚？我送你现赚。你现在要送我几万？我拿一个的话，起码200多万。对啊，70000块不用。哇靠！70000块哇！护背起来，护背起来！我靠，真的假的？70000块，林香的，真的哎！快收好，快收好，快点！啊，我在卫生纸里，我在卫生纸，好变态哦！这个要收好，要收好，收好！别人没看我们节目的人，怎么会确定这是林香的头发？
确定啊，等一下在头发上面签名下来了，在头发上面签名，怎么签的？你要先选米科了，林香。众所期待，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啦啦队登场。对，你们是什么队？乐天桃园队。乐天是不是现在最红啊？就是上半年总冠军。嗯，因为我听来听去都是，我听来听就是乐天女孩，乐天女孩啊。对，因为我们就很乐天啊，乐观这样。所以后面的是比较不红。悲观？是不是？没有。性感忠实一家亲啊，对，忠实一家亲嘞，明明就是真的互相勾心斗角，对嘛？被发现，好，我们乐天女孩请入座，来高手。紧接着，紧接着热血沸腾，让我们欢迎第二组啦啦队兄弟。充沛耶，你们四颗是小气的，我们有劈腿，不是你们当然是走现代舞路线，对，他们才是啦啦队，我们是标准。你看他们还有带那么亮的那个是什么彩带？彩条，不要吵。这个钢珠在后面就是一直在发出声音的，是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好大声。所以你说你们是兄弟队的，对，我们是中信兄弟，中信兄弟，对。可是现在一直乐天，一直听他们的名字是怎么回事？哦，他们广告打的比较多，花比较多钱。对，花比较多钱。我们比较赞。对，我们走勤俭路线。对，勤俭路线。有吗？你们布料那么少，没有。哎，我们算多的嘞。你看你们那个那条是什么？哎，我们蛮多的，很多。那我们量啊，太 over 了。开始要吵架了。拉拉队女孩不是都相亲相爱吗？看得出来，对啊。可是如果他们你们两个出来那个拉拉队，跟他们两个出来拉拉队，他们的服装应该男生会比较喜欢吧？哦，真的哦，是吗？会这么觉得？因为他们毕竟这边就是有露小腰部啊。对啊，而且手臂又不会又露太多。然后彩球，你知道彩球就很容易引，对，彩球很容易就让人家想嗨，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你刚刚就觉得太吵了，对不对？对，他们如果一直在，因为球场就是要这么热闹。对，如果球场没有彩带，然后是这样安静的这样跳。没有，我们在球场也有彩球。对，我们是各种风格都有。对，所以你们今天走静态风格，现代舞，因为今天谈话性节目。对。哈哈哈哈哈！你们还蛮会吵架的嘛，你们。OK， 所以你们也是知名度非常高的。对，比他们高。所以。想已经两组知名度最高的，那下面那一组是听说很 hot， 对，他们不一样路线，对，有是说很性感，是不是？他们也是偏安静的，偏安静是吗？为什么啦啦队要偏安静？是吗？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地上爬的，对，从地上。问题是在球场怎么在地上爬？因为他们是篮球，他们是篮球，对，他们打是会爬出来吗？我很期待，我很期待。那个楼梯会不会很难爬、啊？那个肚子会刮伤肚子。好笑啊！期待期待期待！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要欢迎到的第三组是我们的 Formosa Sexy。哟呼！出来吧，出来！来了。本来没有安排这段，我还想说是慢慢走，对。所以你们是哪队？福尔摩沙篮球队吗？台新梦想家，台新梦想家。嗯。所以你们团总共有几个团员？总共是三个，十六个。然后你们表演的时候，真的就是很走安静路线吗？然后一直蠕动，然后在椅子上有没有拍脚什么？对，我们有地板也有椅子。除了蠕动之外，我们是一个号称最爱干净的啦啦队。对，因为我们到各大球场都会把它的地板擦的。我们等下也会擦的，等下也会把地板擦的。所以我们等下会见识到你们正式爬行的表演，是不是？对。
所以可是爬行的时候观众会嗨吗？因为他们如果是那种呜呜呜就很容易带动啊，你们在那爬那观众要怎样爬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亢奋很安静的手机都拿出来，其实他们还是呜呜，然后连球员都会，对，就是一爬就开始尖叫，对，很多人为了看开场表演都会提早到场，你是为了看你们爬吗？只为了看我们爬。欸、所以其他篮球队的啦啦队没有人在爬吗？渐渐的，我们有时候也会爬，我们有时候也会爬，渐渐的开始爬起来。棒球场怎么爬啦？哦，因为我们也有篮球，我们也有篮球。哦，你们可以这样子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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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同。我以为啦啦队是你签到一队之后，你们就只属于这一队，可是其实你们还是可以帮别加入别队的。不行，如果是篮球，对，去撞球类可以。像壮壮就是我们的乐天的团长，对，是哦，真的，刚好横跨棒球跟篮球，然后都是他们的团长，双七。所以篮球跟棒球你都是团长，是，所以你就是里面最会跳的吗？我是可能势力最大的，可是今天也刚好，我想说一来我发现这三团他都带过，对，他是我们之前的大学姐。OK， 好，请坐。谢谢。我现在要来那个让大家见识一下他们真正的实力。哎呦！谁要先表演啊？我们先好了。我们，因为我们比较就是儿童挂图片集。对，我去爬行的，让他们最后好。对对对，太精彩了，他们比较精彩。就先欢迎你们是乐天。壮壮看这边，所以你们是，还行，哎，真的是偏做作型的。好，那我们派对那个欢迎兄弟的，我要直接来。很 powerful 哎。我们都有，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三队的平挂一样的哦，对，刻意有走不同路线，对对对对对。OK， 最后我们最期待的爬行舞要来了，爬行舞，爬行舞，好期待哦。
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哦，不要哭啦！哎呦，看到你要高兴，就是现在啊，脱光。就站在这里，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假设我有媳妇的话，我是 OK 的。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搜寻东森娱乐台。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开启小铃铛哦。